各位旅客您好，感谢您参与本次前往芦洲里宅的旅程，请确认好随身用品是否带齐。我们准备搭乘时光机，正式开启旅程喽！乘车期间，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重点目的地，请大家拿好你们的相机，准备迎接我们这次的景点吧。画面是我们丽游里宅的主画面，我们能够选择我们要的导览方式，有区域导览以及主题导览。我们先点选区域导览，进入页面，我们有做一个位置图，方便使用者能够了解位置区域。我们先点选红色区域，点选进去，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号码来提供使用者做选择。而我们先点选其中一个号码进入画面。里宅壁体介绍，可以发现到有照片以及文字说明，我们也有提供录音导览，方便使用者来做使用。而我们也能够在此画面进入到主题导览。现在我们退回主画面，点选另一个导览方式，主题导览。我们可以利用上下滑动点选主题，现在我们可以去点选我们所要的主题。点进去的画面可以看到有许多导览的说明，我们点选进去也能够来到我们使用者永联寺位置来方便做使用。中厅挂有许多芦洲里宅景物照，可供游客休息时观赏。拱骂厅为芦洲里宅祭拜祖先的厅堂，不可随意进入。社区内摆有芦洲里宅的模型湖沿模型湖，很多父母在带小孩参加传统习俗活动之余，也会将小孩带到这区进行拍摄的动作。